非常谢谢我们陶丽颖小姐。各位来宾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金鹰卡拉 OK 联谊会所举办的晚会。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朋友呢，大概有400人左右。我们晓得呢，一个成功的舞会呢，幕后一定有很多的幕后英雄。可是最重要呢，还是我们的会长跟会长夫人。今天假如没有我们的会长江居立跟他的夫人呢，曹作平啊，夫妇他们，拿出了不晓得多少的时间与精力，幕后在筹划这个晚会的话呢，我们绝对没有今天这个的晚会。所以在这里，请大家给他掌声。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现任会长江居立先生与他的夫人曹作平。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请他讲几句话，我们请我们的江会长讲话。谢谢谢谢。